来吗？来吗？那孩子，来吧。他可能不舒服，不然他也特懒，好逸恶劳。他这好逸老恶劳啊，跟我一哥们儿似的。你哪哥们儿？老五。老五是我哥们儿，我们俩没见过面，到现在没见过面。跟他一起学画的好多人我都认识。那些人学画的，我先让老五停了。老五号召我们要过些苦日子。苦日子，苦日子就是干活吃饭，不干活不吃饭，干制重活吃干，干轻活吃稀。你看这大石头都是我昨天我搬回来的，这大石头，这大石头我昨天搬来，我想用它砌墙，砌墙，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没劲儿，这胳膊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这小细胳膊，小细胳膊，马熟毛长，毛是挺长，没劲儿，没劲儿怎么办呢？我就使劲儿用双手搬，搬，结果搬不动，搬不动，我本来以为我用手一举就能把它给举到墙头上来，结果举了半天不行。举了不行，举了不行，只能用慢功，就是这石头。哎，还不是这个，还不是这个，是再往前，是这块石头，这块。我本来就想啊，这么搬着一举，但是我连举的这劲儿都没有，然后我就这么抱着这石头走啊走啊走，走到那儿，走上去。老五老说我种菜，我这人呢比较低调。老五说种竹子，一看他就是资产阶级画家，这要搁文革就得把它逮起来。他说在张家口种竹子，我这儿海拔800米到1000米，属于高寒地带，甭他妈说种竹子，我最喜欢吃竹笋了。要是能种竹子我早种了。你看我这玫瑰，你看我这玫瑰，这玫瑰都是高价买来的，都是高价买来的。你看我脚下，你看我这破农用车，每天就是到处去淘换好花去。你看这玫瑰，这是汉密尔顿夫人，这是小蔷薇，这小蔷薇就跟小柴火妞似的，你看。这玫瑰啊，它攀援它立不起来，所以你得拿砖呢、拿石头之类的，把它给钻过来。我这石头就是准备我压玫瑰的，压玫瑰的。你看我这些玫瑰，我这墙头，杨继平原来是北京军区工兵部主任，那年。就老五他们捣乱那年，他就是给最著名的地儿安铁丝网的。我不用铁丝网，我都种上的是玫瑰。我这是山呢，所以越往前边走就越高，我这高的墙头上都是玫瑰出墙，所以我这大石头，我这么抱着，
你说我要举上去，我就举不上去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就这么抱着石头，像走盘山公路似的，就这么绕啊绕啊绕啊走过来，走过来，我平常只说我种的菜，为什么呢？我是个小人，小人种栗，你看，这是一金龟子吧？刚才还这个花为什么蔫了呢？长虫子了，长虫子了，这我不知道，它是进来是嗅蜜的呢，还是采花的呢，还是偷花粉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跟我似的，你看这儿都开始生病了，是什么霉病？我都不知道。你看这个垃圾桶放这儿不大好，不大好，影响这些花儿，是吧？影响这些花儿，而且这个位置呢不好停车，我这农民车每次，我扔垃圾的时候我得走那么远，你看这儿有一块大石头。这大石头我也把它给，哎呦，这块大石头，我把它放到这儿来了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，完了，你说，那你种那菜呢？我那种那菜呀，我本来是准备种粮食，因为老五说准备过几年苦日子，苦日子，民以食为天啊，不能都种这些花花草草，这叫垂根草，喜欢水。我现在把它种的就像地毯一样，但是它繁衍得很慢，这又是玫瑰。我准备种粮食，但是这种盐碱地它什么都不长。盐碱地老五懂，盐碱地，你想想，如果说我们种粮食，一颗麦子种进去，收一颗麦穗儿啊，再扔一颗麦粒儿，又生一颗麦穗儿。老五老吹牛逼，说他们家文化，今天早上他说的建水古城，他说的三千年，那就至少三千年，每年往这盐碱地里扔一颗麦子当种，它长出一颗麦子来。就说这麦克，一颗麦子，一颗麦穗儿，一颗麦穗儿接100颗麦粒儿，你3000年扔一颗吃，长一堆吃了，再扔一颗，你剥削这块盐碱地，剥削了3000年，还有什么养分呢？没养分了，没养分，点儿辙没有，吃点呗，喝点呗，怎么办呢？只能往上追加臭大粪。我们那时候弄第一次大革命的时期，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，农业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，所以必须追加臭大粪。你看这颗老玉米，它就不长了，为什么不长了呢？长老了是吧？你看这儿上边还是豆蔻年华，还没灌浆呢，但是底下已经死球的了。为什么？它就是这种。另外，它长在盐碱地上，长在盐碱地上。我现在在这儿普度众生，什么都种。我拔草，我平常不爱蹲下，但是我一拔草，我就强迫我蹲下了，是吧？我蹲下来把草扔这儿，草就晒死了。你看我这西红柿，老五还买西红柿去。我们这都已经跑步进入啊高级阶段，我们这都取消了货币啊，跟博尔布特似的，都取消了货币。你看我这大西红柿，我在这什么都种啊。后来我实际上在淘汰，有些东西是不能种的。第一不能种的就是洋白菜，
杨梅菜太他妈爱长虫子了，你看看，长虫子，说长虫子你打药，打药那不就成超市买的了吗？这杨梅菜就不能种，不值，不值，占我一块地。虽然说盐碱地吧，盐碱地也是盐碱地，而且我跟老五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吃点呗，喝点呗，点儿辙没有。我不是，我改良盐碱地，我改良盐碱地。我在盐碱地上还种树呢，是吧？你看我这李子，原来好多李子，现在全都掉了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全他妈掉了，掉一地，掉一地就烂了。烂了，这就是自然淘汰，你知道吗？它就该掉。你看这大李子好着呢，好着呢。你看里边的蚂蚁，这样的才特别甜。都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，就是它这鸡蛋馊有缝，苍蝇才来。苍蝇一叮，它才甜呢。说脏不脏啊，我这连农药都没有。当然我底下追加了臭大粪，不是，我这还不是大粪啊，人粪，人粪是大粪，我这算是二粪三粪，我这是羊粪马粪。就是张家口，不像老五那边，老五在彩云之南呢。我跟老五我们俩有一个共性，我们俩这刀逼刀都成本低。怎么叫成本低呢？老有好多反动分子笑话郭沫若，说郭沫若写那词大快人心事，揪出四人帮啊，天上两个太阳，说这哪像文学啊。你看人家古人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日海流，这我种的是白薯，白薯啊，你要说这么种它还不能长。昨天我那农民师傅跟我说，说你得把它给蹂躏了，蹂躏了，再把它拿土埋上，它才长呢。我他妈也没听懂这什么意思。你看我这儿种的玫瑰，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，要不但要学农、学工、学军，还要批判资产阶级。所以你种这些花是点缀，是批评的对象。像这些大葱才是。1949年12月，伟大领袖新中国建立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伟大领袖第一次出国就去给斯大林过生日，给斯大林就带了两个东西，一是江西的橘子，就橙子呀。为什么呢？1931年10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，伟大领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，所以从那时候就叫伟大领袖为主席。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所以橘子当年橘子洲头万山红遍啊，所以给斯大林送橘子，另外还送了一车皮大葱。就这大葱，你看我这大葱长的，你看我这大葱多茁壮，嘿，你看我大葱脚底下又长狗尿苔，我那狗一撒尿就有狗尿苔。大葱，那个严明富解释说为什么用大葱呢？说，山东人什么什么，你们看严明富的回忆录里边有，当时严明富是翻译科科长，还是叫翻译处处长？你看我这豆子，这豆子也到季节了，它就不长了，它就不长了。你看这些，它就不长了。这些东西啊，你说这盐碱地我改良，我给它追加大粪，但是它也要受到
天气、气温、海拔诸多限制。比如老五说让我这种竹子，是吧？老五，你从云南给我弄点竹子来。你要是忙不过来，让你兄弟身体不好，那兄弟来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海拔高，海拔高呢，秋高气爽。现在是秋天了吧，我都过糊涂了。来了呢，我教他种菜，我手把手的老农民教你兄弟种菜，你兄弟就是我兄弟，是吧？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，我没衣服，所以我整天老光着，光着。我是没有衣服的人，我是襟怀坦白的人，我是古希腊的人。古希腊的人都是襟怀坦白。你看奥运会，更高、更强、更快，更光，都是在太阳底下光着，要有光，要有光。这个豆子你看就不长了。为什么季节到了？我教你兄弟种菜，种菜什么菜最好种，而且经济价值最高，在这盐碱地上最该种的呢？不是生菜，油麦菜啊，这不是油麦菜，也不是生菜。你看我这生菜都长成七级宝塔了，你看，都七级宝塔。救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。老五是好人，他兄弟说脑子有病，他每天伺候他，给他吃饭，给他治疗。你看这些豆子都吃不过来。老五说我老给哥们儿们快递，没快递，这太贵，还不够快递钱呢。对，又说了，在盐碱地种什么大葱啊，种什么老玉米啊，你看我这种什么西红柿啊，都不值。种什么最值呢？种韭菜。这是韭菜，这韭菜都开花了。韭菜你只要种这儿，你只管割，割的时候你都不用从高处割。开始我怜香惜玉，我尽量从高割，从高不行，你必须根儿，所以我不割。原来我那师傅说拿剪子剪，剪子不行，必须拿刀割。拿刀最好是拿刺刀，一下就插到这个土里边去，插到土里边去。你都甭管它，过两天它就出来了。而且种韭菜为什么好呢？你不用管它，只浇水就行了。就春天的时候，上过一茬那个羊粪，大葱就不行。伟大领袖给斯大林祝寿带的这大葱就不行，这大葱长半天，嘿，你给它连根拔了，连根拔那个连根拔，嘿啦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，天空出彩霞呀，连根拔了，你他妈种了一，这就全能没了，不能连根拔。我跟老五啊，我们俩有一个特点，都是这镜头指向哪儿说向哪儿。我发现老五就俩手机，跟我一样。我也是俩手机。俩手机啊，俩手机。我去，那老五他们资产阶级就弄点花什么的，我这个都是要把这资产阶级的花从连根儿拔一个，连根儿拔一个，连根儿拔，对吧？连根儿拔。我们都是用手机，不像那些人，那些都大家，都叫什么水管上，什么梯特上，咱也不翻墙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没那权限，我哥们儿司马南，我哥们儿老胡，他们才有权限，我就在塞外，我这不翻墙，我这垒一灶，我准备让老五跑我这做饭来。我把这灶都垒好了，垒起那七星灶，铜鼓煮三江，打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，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，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五四两，人一走茶就凉。
这他妈老五还没来呢，我这就人一走茶就凉了。你看我这个菜多嫩呢、啊、是吧，我这撅下来拿水一冲我就立马就吃了，哎，就吃点呗喝点呗。你看我这生菜，我现在我这越种哈、啊、我越知道什么东西可种什么不可种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这个，这都什么，这个都是啊，嗯、啊，盐碱地，嗯，然后看着我的花，我这花最近都是越长越大，你看没有？嗯，开始我还是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躯，哎，怎么唱来着？就筑起我们的血肉长城，现在都不用，现在我这长城都是玫瑰的长城，嗯，都是出墙的玫瑰。几天没拔，你看这个，嗯，这个草我觉得特奇怪，嗯，它的根儿底下都有蚂蚁窝，每次一揪揪我一手蚂蚁，嗯，而且它长得特快，嗯，长得特快。哎呀，你看这都是蚂蚁，蚂蚁屎，蚂蚁蛋，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嗯，我把这些草撅了，都搁在这儿晒它们，晒它，晒它娘的！对，你看我这多雅是吧？啊，我这多雅，我这石头，这石头就是我桌子，哎。老五我看他是用手机，我也是用手机，俩手机，一个这个，嗯，一看都知道这是卖的最贵的手机，苹果13 Pro Max， 嗯，我还一小托，这是2019年的时候美国大使请我吃饭的时候，美中建交40周年给我的手机套，嗯嗯，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。我这还一个华为 M40P， 是华为最好的手机，最贵的手机，华为送我的。嗯，我就这么俩手机。嗯，我这俩手机，你看这儿有什刹海街道前海社区出入证。这前海啊，前海，我们家背后是后海，我们家前面是前海，前海往下流就是北海，北海往下流就是中海，中海往下流就是南海，统称中南海。啊，这是我这儿的通行证。嗯，平常我看老五就拿俩手机，嗯，我跟老五都是一个路子，一个手机呢管拍照，一个手机呢如果说想说什么想不起来了，马上百度，我们都只信百度。嗯，百度都其次啊，一切以新华社为准，就以我啊奋斗了一辈子的新华社为准，不传谣不信谣，以新华社为准。嗯，然后是网上能看见什么就信什么，嗯，不传谣不信谣，嗯，更不造谣了。嗯，我这种的都是豆子，这是绿豆，这是绿豆，这是绿豆。嗯，这绿豆也得注意了，不然我再老走，我那猫咪，不是我那猫咪，我这附近的猫咪，我狗的朋友，你看都被我踩了。嗯，这豆子如果它过两天它就全张开了，那豆子就会到了地上。嗯，这些草我都得啊，我并不是啊用那百草枯之类的那种让它灭绝，我碰见我就拔两颗，嗯，我就拔两颗，我就拔两颗，嗯，剩下那些难拔的我留着，让老五他兄弟拔，嗯哼，老五他兄弟拔，我在远处拿我这机器一灯一镜到底，嗯，不剪辑，我拍老五，让老五他兄弟给我拔草。让老五给我做饭，嗯，然后你看看这粗活，
是吧？这些粗活重活我干。嗯，你看我这老玉米多茁壮啊！我正在改造盐碱地。嗯，改造盐碱地从我做起，不能像老五似的啊，还老那儿叨逼叨，说他们家建水那房子3000年，嗯，谁信呢？是吧？3000年能下来的房子只有石头房子，嗯，只有石头的，嗯，我就老说住石头房子的人智慧，比如金字塔，石头的，没人说它是砖的，啊，石头的，住木头房子的聪明，像应县木塔，日本好多那木头房子，木头房子怕原子弹，怕烧一弹。燃烧弹一来就全他妈烧了着了，嗯，住土房子的土鳖，掏一洞，掏一洞就进去了，跟蚂蚁似的，嗯，蝼蚁一样的生活，哎呀，嗯，嗯，吃点儿呗，喝点儿呗，点儿折。没有，我洗洗我这俩李子，把我这俩李子吃了，嗯，缠缠我闺女去，我闺女好逸恶劳，小女孩现在，嗯，都好逸恶劳，好逸恶劳是文明词儿，啊，流氓都说嘴馋，嘴馋，嗯，嘴馋，你这孩子太懒了，嘴馋，嗯。嘴馋，吃点呗，喝点呗，别得罪人了。我一定挖好了套啊，弄好了坑，让老五过来给我做饭，让他兄弟给我种竹子，种不出竹子了，我不让他走。嗯，我每天在这儿啊，俯瞰着大地，看着老五撅着屁股给我做饭，嗯、啊，看着他兄弟。给我撅着屁股种竹子，嗯，我这扁豆架这竹子全是买来的，我们这边不出竹子啊，种不出竹子不让他们走，嗯，我就像种韭菜似的，天天每天消费他和他兄弟，喝点呗，喝点呗，表哥。没有。